我是草原之王狮子。啊呜！我是森林之王老虎。托尼，你知道吗？狮子一般都是母狮子去群猎。哇，真的吗？那肯定比老虎的捕猎技术更强。那也不一定。虽然老虎自己捕猎，但是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没有问题。好厉害呀！那狮子和老虎到底谁更厉害呢？托尼，我们一起去动物世界看一看吧。什么？托尼，还是不要吧。快来！啾比啾比啾比啾！我狮子般的猎手，草原之王狮子，看看我棕色的毛，最适合打猎。去群猎，我们是最棒的，只要我一出现，全部都怕我。狮子王最棒最棒最棒，狮子王最棒最棒最棒，最棒的猎手狮子王。哈哈哈，谁是最棒的猎手，就来比比看吧。我是最棒的猎手，森林之王老虎，看看我黑色横纹，最适合打猎。每天每天去打猎，我是最棒的，只要我一出现，全部都逃跑。我就比比看谁更厉害，那就看看谁先抓到猎物。好啊，是最棒的猎手，狮子和老虎，比比看谁更厉害，动物之王对决。尖尖牙齿，巨大的前爪，我们是狮子，我就是老虎，用惊人的速度向猎物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原来动物之王也会怕水牛群啊。就是说